这几天世界上有很多新的产品在进行 UCCD 的赋能，下面我就跟您谈一谈复活节给人类带来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。世界上今天有人后复活，人是很早的趋势，除了一位之外，其他的人都是死的。然而，有一位他今天能打的这个，就是复活节的主，耶稣基督。耶稣永远活着，现在在为将来要复活的主之王，是主力帮助。耶稣的复活就和他的主力一样的真实。使得许多怀疑的人无力，因为21世纪的早期，世界上22亿人称呼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信仰。我认为耶稣